力旺第二季的营收季增25.8%，达到2.07亿元，创下了矽制材营收历史新高纪录。法人表示呢，因为下半年是行动装置的销售旺季，再加上穿戴装置商机发酵，所以预估了今年的获利有机会可以超过1倍以上，每股净利上看4.6元。